曾一身桀骜，披荆斩棘，何辞那辛劳？正当豪横江湖，热血拳拳相报，但求怪一剑招拆招。那官凡夫俗子，过程归教条，不忘自甘梦天有多高，偏要清风明月与你入怀抱，俯瞰人间我三步就笑。系统激活成功匹配指令，傻作者傻伦。这是在哪儿啊？这里是清净峰啊。成功绑定角色：苍穹山派清净峰峰主，人渣反派沈清修，武器修打剑，原始逼格。沈清修怎么会成功反派呀？我那徒儿洛宾河呢？你把他打了四十大板之后，不是关柴房去了吗？师弟，师弟，为君之计还是要先熟悉环境的，想办法把袁庄户那一身功力和剑法都给拾到回来。哦，这就是沈清秋的修雅剑吗？宁英英，沈清秋唯一的女弟子，洛宾河师姐兼青梅竹马。这还用你介绍啊？阿洛阿洛叫的还有谁啊？小师妹，还给我，那是我的，快还给我！你自己去捡吧。啊！有诈！快走，报告师尊去。违规，严重违规，逼格扣除60。不带这样简单粗暴的加减乘除。恭喜获得关键道具假玉观音成衣。初级阶段任务发布，地点。双湖镇任务：调查连环剥皮杀人案件，并查明真相。阿洛，师姐，既然是魔物，那么它散发的魔气必然是会在人群中显现而出。人不好好做，偏要做妖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修雅剑。竟然会栽在我手里。反派临死前的例行台词我不想听。即便为师出事，你也不会有任何不测。这个拿去。这是师尊专门给我一人的心法。掌门师兄，我想闭关修炼三年。师尊要闭关这么久啊？可是为了仙盟大会。这不是果真是洞天福地呀、啊！这个是血迹吗？是哪位道友在此渡劫啊？我怎么好像不认识这个人啊？我功力这么深厚了吗？感觉都不用闭关了呀。他就是苍穹十二峰战斗力最强的百战峰峰主柳青歌。原著里说他是在练功的时候被沈清秋趁虚而入害死了。事发地果然就是这里吗？师弟别胡言了。那我们有言在先啊，这种事呢，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。万一把你整死了，也千万不要怪我。整死了，行了。恭喜对方改变剧情，柳青歌之死，反派沈清秋作死值，仇恨值下降，逼格加200。沈清秋，滚！师尊，救命啊！魔族果然来上门挑衅了，也就是说，那位女主。也终于要登场了，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抱男主大腿。快抓住他，别让这小子跑了。臭小子打伤我们那么多弟兄，今天我就送你去做鬼子。